三小，完全不知道怎样。因为全部的日元小道是我只记得这个东西，我还记得补大巴拉，补大巴拉是什么东西？猪五花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是吧。那挖一个欧茉莉的补大巴拉，可以耶，可以吗？可以一起用，就是大份的，哇，竟然是共用的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！哎呀，学会这就 OK 了，去日本玩了 OK 了，好啦，太神了。这一趴呢，就是先来我们的日元小教室了。对，今天要教的主题是什么？今天是拟声词，拟声拟声词，拟歌，你知道拟声词什么吗？我知道，就是声音，模拟声音的，勾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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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勾嘛，咔咔咔咔，好，对对对对，那有什么？来来 ，doki dok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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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ki， 就是 doki， 走开走开，心儿砰砰跳，砰砰跳的声音就是心脏那个咚咚咚咚，然后日本人听起来像 doki doki。就是形容说他很好紧张哦，学长要来了。为什么会变成 doki doki 啊？对啊，不是应该是咚咚咚咚咚的？不是，咚啊咚咚咚咚，是 Alan Walker 的歌吧？那台湾人会怎么形容？就是砰砰跳，砰砰，心脏砰砰跳，砰砰跳，心脏。那你们在国外有听过国外的拟声词？好像蛮好像差很多的，洋文好像蛮少的，英文好像蛮少的，有啦，比较很多啦。可是他们都怪怪的，可是心脏没有啦。对，你就一个词一个词看看国外有没有好。如果我们知道的话，嗯哼，嗨嗨，伊拉伊拉，伊拉伊拉，伊拉伊拉，伊拉啦。可是我觉得，卡拉我觉得有一些，那是歌吗？那是歌，你没听过？你竟然没听过？哎，这是炸鸡歌啊！是伊拉伊拉，有这首歌？有啊，卡拉给，卡拉给，卡拉给，然后就没来，他就伊拉伊拉伊拉啦。哦，我没有听过哎，没有。哦，没有人要传给你，半年才后台看。伊拉 Straight 不是那个伊拉啦。哎、欸，你真的有用伊拉吗？我、哦、超伊拉的，好适合这种科系的学生啊。伊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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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有一些，我觉得有一些是声音，有一些是你太怎么讲？因为有两种，一个是你说状态，对状态，你是这个是比较状态，比较偏对你太的你太的，然后伊拉伊拉就是很焦虑那种。嗯，可能走在不安，就是一只就是焦躁焦躁的那个动作，那人会觉得是依赖。在想大便的时候，但是下一班2:60的公车要15分钟。如果大便很急，可以用依赖依赖吗？不行，不行。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一个像高智商的人碰到比较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难以预测。我们平常礼拜三的时候，我们三个就是依赖依赖。哎，哇，很完美啊！我懂，我懂，我懂。完美全意，就很烦躁了，依赖烦躁，没错，依赖住。OK， 下一个是什么？ゲラゲラ，ゲラゲラ是哈哈大笑。ゲラゲラ，那ゲロゲロ呢？ゲロゲロ是青蛙，是军曹的哈哈大笑。ゲロロ，你再讲一次。ゲラゲラ，ゲラゲラ有一点点重音是ゲラゲラ。嗯嗯，啊ゲラ跟这个有关联吗？啊ゲラゲラ，没有啊ゲラ在ゲラゲラ，啊ゲラゲラ，哎呦，蛮ゲラゲラ的。ゲラゲラ，对，ゲラゲラ是，但ゲラゲラ比较偏向有一点点。不是好，不太好的意思，就是有点嘲笑的哦。给啦给啦。可这个是这个是拟声吗？是拟声哦。这样就是这样。给啦给啦。啊，跌倒了啊！给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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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怎么被军曹了？真的是军曹哎。所以可能如果是一个漫画，他画装声词出来，可能一群人在嘲笑的东西，他那个装声词会用给啦给啦给啦。这个会比较大声了，就是他都听得到的那种程度。哦，就真的当面嘲笑他，对对，给他嘲讽的那种。如果是一般的，就是哇哈哈或是哈哈哈，其实就可以。哇啦哇啦哇啦，哇啦哇啦也可以。啊 ，OK OK， 好。kira kira， 哦 ，kira kira， 这个如果是韩文就是喷嚓喷嚓。我不知道，喷嚓喷嚓。对 ，kira kira 就是。闪烁的，然后英文就是布灵布灵，哦对，布灵布灵布灵，那中文哎，中文哎，我都没有，中文好像没有哎，闪亮亮的叮当，中文好像就是形容这个闪耀的，好像真的没有这种，没有用，我们好像也会说布灵布灵的啊，对对，布灵布灵，对啊，我们也会说布灵布灵啊，或亮亮的，亮亮的，对，就游戏里面会有那种小小的道具掉在地上，都叫亮亮，我们都叫亮亮的而已的，亮亮，没有别的亮亮亮亮，对，那边有个亮亮的 ，OK OK， 对 ，good good， 这个就比较偏是。动态状态，咕吱咕吱就是慢吞吞，就是哦，你不要这边咕吱咕吱，就是瓜牛在爬吗？有一种
就是摸来摸去，对，摸来摸去，浑水摸鱼，慢吞吞，哦，就有那种舞者，有没有那边这样？哦，不要在那边咕噜咕噜，不是那种啦，听起来蛮猥亵的嘛。那如果乌龟走路会又会用咕噜咕噜吗？它比较不会，可能是乌龟本来走路是那个样子。他的咕吱咕吱比较偏向是他在一个非正常的慢。你讲说十点要出门，然后你9:55还在那边啊，我的钥匙，哎、欸，我那哎、欸、我那个东西好像有那种感觉。不要咕吱咕吱，不要咕吱咕吱哦。咕吱咕吱，欧摩利的布塔巴拉。我前提不同意。我的欧摩利的布塔巴拉要多久啊？在那边咕吱咕吱。你那个咕吱咕吱死了哪？就是。不准，你不要，不要再，不要再摸了啦。对，不是 Sluna 就可以，不要再摸了，不要再摸了。对对对，这是班长在骂人，好像电车痴汉。女朋友说，就常常准备都很慢，就咕吱咕吱 Sluna 就哎，我就讲日文哦，好凶哦，哎呦，他也听不懂了。哇，你们讲日文？那继续摸他，咕吱咕吱 Sluna， 再花8个小时演戏，骂第一个猪五花。这个是可以骂，不要骂，真的有骂人哦。就是对，不是啊，就如果你不能骂人，树花也可以骂人啊，不是他会笑出来吗？怎样？怎样？树花？怎样？横膈膜？超怪！我发音在哪里？版哦，费力啊，坏的，瘦啊，地狱麻辣大肠啊，好饿哦，再讲好，咕噜咕噜慢吞，老四川嘛 ，OK， 还有吗？咕噜咕噜，这个也是泥态嘛，转圈圈嘛，咕噜咕噜，可是开心的转圈。咕噜咕噜吗？还是任何东西？转圈圈任何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就是很就中性的。就是以前有个漫画叫《咕噜咕噜》什么魔法阵？哦，咕噜咕噜魔法阵。哦哦，对，他就是哦，他就是这个转圈圈魔法阵。哎，哦哦 ，damn， 肌肉肌肉哦，这个就是比较那个人在干嘛？怎么一直看我那种感觉？还不是肌肉肌肉，你点这样感觉？哦，就是这样，他也在偷看。对，就是而且肌肉肌肉有一点点就是偷偷摸摸，就是偷偷摸摸的感觉。哦，肌肉肌肉。哦，肌肉肌肉，不是全部都会变成军曹的，肌肉的军曹，一下，肌肉的军曹，肌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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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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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肌肉肌肉，哎，配那张图还刚刚好。这个就是被一只这样子盯的时候，可能会就哇，好可怕哦，他这不知道在干嘛，就不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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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是。发抖的感觉，不是不是没有，不是不是金草，太难发音了吧？他也可以讲一些东西在整，比如说肚子很肥啊啊，他的肥肉在不是不是可以，好过分的感觉，抖动抖动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所有的抖动都可以，所以超自然的不噜不噜，好兴奋这样子，哎，差不多嘛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应用吗？对。超自然不如不如，美江啊，超自然的不如不如。我下一个手机，我下一个就是超自然不如不如。超自然的不如不如，超自然的不如不如，大部分人都看不懂。不如不如，不如不如，不思议不如不如。OK OK， 好，好，哇哥，不如不如肥宅，不如不如，不如不如肥宅，哇，蛮适用的，不如不如，不如不如肥宅，不如不如哪个？哇，哪个哪个哇？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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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脑海中突然他变得好魁梧。哪个没有这个意思？他只是说在很油啊。OK OK， 还在，怎么会回来了？又回来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在延伸这个。不不不，哇哥哇哥，哇哥哇哥，这是太一个动态的，就是开心。哇哇哥哇哥，就是明天要去动物园呢。哇哇哥哇哥，哇酷哇酷哇酷哇哇酷哇酷。OK OK， 可是神啊，那个不他巴拉，快点啊，一来就。啊，哇酷哇酷！然后你看这个布塔巴拉，布鲁布鲁，指挥好少，指挥用拟声词讲话的日本人。然后考下去了，哦，你看这个油花，起来起来，好专业哦！哇塞，蛮好应用的，举一反三大师，好屌！试下去说，哇，我开心到咕噜咕噜。好会哦 ，OK， 不错不错 ，OK。Pego Pego 哦 ，Pego Pego 就是肚子，我那个 Pego Pego 就是我们的时候说肚子好饿，我们比较可爱讲的是我那个 Pego Pego。那正常的讲哎，我那个 Sida 啊，怎么差那么多啊 ？Sida 这些词，任何年纪跟性别都适用吗？还是有一些我觉得讲起来会像 Pego Pego， 我觉得男生。小孩子，可是小孩子对女生讲比较对不对？如果是一个中年男子去居酒屋，对我那个
别哭别哭，真的真的感觉还可以啊，这是不露露肥仔，这不露露肥仔，不露露肥仔会想的话、欸，不露露肥仔，那我现在走出去不露露，我觉得会出现新的恶臭哎，不露露肥仔，不露露肥仔，还是不露不露魔法阵，哇，每个画魔法阵的人都很胖这样，好妙、哦，好赞哦，没了，有吗？还有什么吗？好可惜啊欸、你们刚刚有遇到有的吗？英文有的吗？好像没有，忘记了。布鲁布鲁的英文，其实很多是那种动物的声音，完全不一样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就像牛是摸摸摸摸摸，嗯，摸摸是日文，嗯，日文摸摸，或者是寿喜烧，英文是摸木木啊，木 M O O 木木。最怪的是鸡啦，鸡是什么？因为我小时候也觉得鸡超不像的。鸡是怎么讲？英文的学鸡叫是 cock cock doodle doo 嘛，好像是，对啊，卡的嘟嘟，那是魔法阵吧？对 ，cock doodle doo 魔法阵，嘟噜嘟噜，那个是哈利波特里面的咒语，是鸡的叫声嘛？我小时候也觉得超怪的。那鸡怎么叫？在日本就形容鸡的叫声，托利嘎，不是叫你，不叫你描述，叫你学鸡叫。我要讲前面我才会知道，就嗯，啾啾，托利嘎，狗狗。你怎么那么狗狗狗？狗狗，我们会讲狗狗，他刚刚有一个这种感觉，哎，真的，狗狗，就是早上会狗狗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哦，好像有像，对，有狗狗，可是中文好像蛮少这种东西，因为我们也就是说古姑姑啊，对啊，中文都是用注音吧？以前小时候我们眷村外面也很常会有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鸟，它叫声我们都说它是巧克力啊。什么？就那个鸟，就巧克力，巧克力这样叫、啊，有关。真的，我们小时候都说它是巧克力鸟，好像是不知道什么鸟，它声音就是巧克力，巧克力这样。巧克力，三音节的，然后那叫巧克力，三节拍的。哎，好像有印象。这个像这种东西，大阪很多。什么？你说撞声词吗？大阪人会比较常用这种东西。很讲的，对，他们会把一些就是距离。之前有个节目有介绍说，大阪人会把距离也变成声音。不是，你不是也是大阪人吗？对，可是就是。对啊，那所以你不要讲好像你不是你是别的地方的人，真的。但就是哦，因为我就是综合学校，就是各区域来的学校、哦、学生，所以你没有比较没有这么道地是吧？对，我要回去那边才会有一些大阪腔。哦，对，那、哦、他们会把那个就是距离变成声音，就比如说哎问路的时候，哎你等一下グーンとまっすぐ行って，或者呢右を棒都是的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像有，有这种，怎么感觉都是我们平常在开玩笑的时候会讲东西啊？没，那感觉是那个日文不太好的人，然后只好用声音。对对啊，对啊，就跟那个我去日本穿和服，然后说，哎，酷，冰冰，对对对，冰冰，金啊 ，OK， 带住了，对啊，就他叫我拉一拉，就跟我们冰冰，那讲到就是，啊喏。丁姐的瓜菜是一样的意思，丁姐瓜菜，丁姐瓜菜，粗犷的丁姐的瓜菜。Help me, microwave, 丁姐的瓜菜，丁姐的瓜菜，蛮有道理啦。microwave, 丁姐的瓜菜啊，练习练级啊，练习练习练级，你说练级就好了，练级微波炉，对，微波炉就是练习练，就是 range, ing, range, 他们是用 range, 所以你说 microwave 他听不懂，他说 range。为什么是 range？ 因为是电子 range， 电磁波的，因为微波就是，我不知道它是微波哦。我靠，哇，这个超麻烦的，连续延伸用词，我听不懂啊，听不懂啊？为什么？你要说 my cool out， 哎呀，一样听不懂，听不懂是不是？啊，是哦，对啊，所以他听不懂。不过真的，我去京都玩的时候，那个阿姨真的是跟我说，就是都是用撞声词。对，就说你这边送了，你就这样子，你就冰冰这样子，口口啊，冰冰，口口，对啊，就是那就是语言不太通的时候，对啊，所以我才说，就是那种口口啪的，那不就是语言不太通的时候，在讲日文，然后去日本，然后我啊，他觉得在沟通，他觉得你在吞口水吧，啊，哦，包括啊，嗯。What the fuck？ 你这个是直接变 B 八十。等一下，那呜，怎么了？直接变 B 八十，变什么？变那个音效表演者。对啊，蛮厉害的了吧？其实。
好妙、喔，可以沟通是 OK 啦。我觉得能够互动就不错了。对、啊，好的，好，好吧。那今天教的就是有趣的拟声词，不过日本感觉真的比较多，因为好像日本真的很多，因为感觉还有也多很多，超多。像刚才那个阿妈妈就是蘑菇蘑菇，蘑菇蘑菇吃东西的蘑菇。对啊，像台湾就没有的。不是喝东西，是咕咕咕咕咕咕咕。哇塞，还有叉，悟空悟空这样子。真的，Go Q Go Q Dash Ki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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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哪里来的？你没有，你不知道 Dash Kid 是哪里来的？去跟着 Tag 啊，最后的那一段啊，有一个老外冲过来 ，Dash Kid Dash Kid， 没看过，等一下把那个那一段调出来看一下。我真的没有，等一下就把那段调出来看，Please， 拜托。我去跟着 Tag 从来没有看过，那个 Dash Kid 超好笑的 ，Book No Aniga。听到吗？吉卡迪塔，打字啊，超好笑的，差不多了吧？打字你竟然不知道？拜托，给他掉出来看一下，拜托，就那段就好了，老外说出来那段就好了，真的吓死了，真的不知道，真的有，有啊有啊，那首歌没听超过一分钟过，所以后面我都没看，我都有听，蛮可惜的，听到都会唱了我。可以有的放吗？还是不一定？还没找到吧？等一下才有吧？等一下才有，好吧？我们等一下看一下，还有什么？再教几个吗？应该很多吧？你们有什么？就都可以，搞不好我就想到有没有成人方面的？成人对，啪啪啪啪啪啪，没有哎，有吧？应该有吧？有吧？感觉听，感觉有一个一个，吱吱吱吱，爬虎爬虎 ，sexy， 哦哦，爬虎爬虎的胸部，爬虎爬虎，因为那个 Orange Lady 橘子新乐园的歌里面就有。因为他是那个 DQ 的那个啊，对啊 ，DQ 对啊，衍生出来的。他是那个勇者斗龙最早以前一代的时候，一代的时候就有。他是卡夫，然后或是舔的话是 Pelo Pelo 啊，然后那个有这样子的软糖，怎么讲，甜的糖嘛，棒棒糖，它就叫 Pelo Pelo Candy， 甜甜糖，甜甜 Pelo Pelo Candy， 那听起来也还好啊，就是 Pelo Pelo 咬呢，嘎不嘎不，可是嘎不嘎不啊，都是摸摸。蘑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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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吃吞啊，咕咕咕咕咕咕咕，然后哈夫帕夫，嘎不嘎不，嘎不嘎不，可是在哪？比较是一个是咬的声音，一个是吞的声音，咬啊，咬合哦，一个是吃，对，那放屁有声音吗？嘣嘣嘣嘣，嘣嘣嘣嘣，应该是投石器出来的声音，组装的时候的声音，巨头没有啦，有好用嘞，那大便有声音吗？没有哎啊，波动。搏动，搏动就是如果掉到水里面，我们有搏动啊，扑通啦，哦，扑通，对对，搏动就是那个扑通，不知道什么，都会有声音。我觉得日本好爱这种。那很想拉屎的有吗？香啦香啦，香啦香啦，香格里拉，香格香格，嘟通嘟通，有吗？啊，我刚讲那个穆拉穆拉，穆拉穆拉，穆拉穆拉就是想要干嘛，可是。蠢蠢欲动，对对对，木兰木兰蠢蠢欲动，是啊，因为那个银魂的歌有唱这一句歌词，我一直蠢蠢欲动，就是有一种好像出现一些那种气啊，我想到还有哔哩哔哩啊，哦，哔哩哔哩，哔哩哔哩就是被电到的那个嘛 ，Electro 哔哩哔哩都是银魂的歌，还有哎，哔哩哔哩啊，哔哩哔哩可能战战兢兢比较常用，紧紧绷绷，哔哩哔哩就是紧紧绷绷，紧紧绷绷啊，很紧绷就是。叽里叽里就啊，差一点点，要关了，然后赶紧就说啊，叽里叽里塞，就紧紧绷绷啊。我会说叽里叽里塞，紧紧绷绷啊。是，比如说快要迟到，说哎，噔噔噔的，然后哎，叽里叽里塞。哇，你刚那个表演完全看不懂，噔噔噔，然后金刚狼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那个他们的门是拉的，拉门，一拉然后，哦，直接被放心往你脸上。那脸超丑。好啊，还有什么？有吗？蛮多的，不像你刚刚说想拉屎那个东西，还讲一半。对啊，如果跟他说我超拉屎这样子，我快打出来了这样。伊拉比较不会、欸。什么不要吗？这这么重要？对啊。他说哦，请你上台帮我们颁奖。不行，我快拉出来了。他们不会讲吧？剛剛那我可以说，比如说如果我真的快打出来了，我可以这样啊，请你上台帮我们，那我可以这样，叽里叽里，我可以这样吗？叽里叽里，我可以啊。我肚子叽里叽里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你可以说，我的肛门紧紧绷绷，肚子叽里叽里。你刚刚说退了，叽里叽里，你还不期待？我觉得好像，我觉得日本人不太会直接讲说为什么，所以他们就没有。哇，绝对不要当日本人，都不能诠释我想上大号的心情，那也太难过了吧？对，真的不行啊，真的没有人讲啊，最多讲个 uncle style 而已吧，
不会加“问狗”，问狗是我都已经小学生在讲，那不然假的。可是我很想拉屎耶，棒赛时代。连着你的 toilet， 但是我们会说我要想要去厕所，不会跟你说我去厕所干嘛。难道没有像我们这种年纪然后比较放荡的人会讲的想拉屎？真的有？对啊，那时候可能就会说哎，问狗屎袋之类的，有可能。哦，就只是变语气而已，是不是？哦、就是啊，问狗屎袋啊，比较放荡一点，问狗屎袋，也太嗨了吧！还这样子屎倒喷出来，问狗屎袋，哎，哎呀，不太好啦！啊，狗屎狗屎啊！刻板印象，没错。啊！靠超近啊！臭洋气！可是这样子感觉好像很会讲日文的人哎、欸欸。我就专门做这种事情。也是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刻板印象大师哎、欸。我专门用刻板印象各种语言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什么都会讲、啊，所以大家都觉得我超会讲台语的，因为我讲台语脏话的时候都很有。好不？气鬼！气鬼！哎、欸，他说影片准备好了，真的看。Jaskete，Jaskete， 不可能啊 ，Kina， 我看我看。Jaskete，Jaskete， 富士見で銀行強盗に巻き込まれたんです。大丈夫だ。ガチキンガー原来是他，超好笑 ，Jaskete，Jaskete， 超好笑哎。他看起来就像正看稿念的人。他应该背了很久吧？原来是这样。对啊，好了，后面不用了，后面不用了，后面不用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有 Jaskete 就够了。外国人讲日文真的都是同一个那个腔调哎。正常吧，就是然后韩国人跟台湾人讲日本，日本人讲中文也是你这种腔调，真的、啊。没有日本会比较大家好，我是啊圆圆。哎呦，好像啊，废话，他就是日本人。小笼包，好吃之类的。有啊，我上个礼拜演完的戏、嗯，男主角也是日本人，然后他也是他的口音，他。的口音比他还要重很多，这样。对，所以日文是不是没有完全像我们的乌的音啊？乌有啦，完全发乌啊。它是没有那种卷舌的。啊、嗯，因为有几个没有，因为像我们演的那个戏，哎、演的那个戏有一个，我们是音乐剧嘛，然后有一句歌词就是跳舞的舞这样子。嗯然后是男女主角那一句会同时唱这样，然后女生是台湾人嘛，所以她都唱呜这样， uh-huh. 然后男生都是呜。哦，他会变跳舞对啊，嗯，所以我在想说是没有我们的注音符号的呜那么呜的，应该是三声比较不会发吧，呜呜呜呜，注音的三声比较不会发，因为他说他都有点吁了、欸，就是他那个呜发都有点吁，就吁这样子，哦，跳吁跳吁。然后我们都一直在后台我们都一直在后台学他讲话这样子。我觉得是因为跳呜，然后再加呜，所以会变成呜的感觉。跳呜就会变成点跳呜。哦，对啊，而且他讲中文就很像中村四栋讲中文，你知道？我们在学他不是在嘲笑，是觉得很像中村四栋很帅。因为有一句话是那个，就是他在演一个外星人，然后他的家住在天上的一个飞船叫梧桐号这样。嗯。然后里面就有一个角色说什么啊，什么天上梧桐号掉下来什么的。然后就很生气，讲梧桐啊不会掉下来。我们讲哇，好像中村四童啊，说中村的，就是很像日本人讲的，梧桐啊不会掉下来。我们说哇，中村四童的神，听先生一句话，胜读十年书。会员讲，会员讲，超过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来摘挑战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看一下挑战的影片。开战 ！Oh my god！ 我的天，你确定？你不要等一下又给我跑出一个什么金氏世界纪录的那个？就是、你看，金氏世界纪录叫我们挑战个屁呀、啊！你们把我们我有金氏世界纪录的能耐，我还在那边跟你们龙溜连，真的龙溜连是龙溜连是喝牛奶，小时候反正是拎古拎啦，连我都知道了。QQ 拎拎古拎。QQ 龙溜连啊，龙溜连啊，我们小时候都会这样讲，榴莲就是跟你。打、啊、跟你嬉皮笑脸，龙溜溜怎么那么像冯哲佑之类的？对啊，龙溜溜也是，就是你叫他干嘛？我就晚上出去龙溜溜，你就也是可以这样用。这也太扯了吧！我要开吃了，钢齿根啊，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这个嘴巴会裂掉吧？不是，这个中间那几根根本没进去吧？他在干嘛、啊？他就是把外围含没有吧？他应该会再把它压起来吧？这中间他不会全部放进去吧？哦，五百哎。不要这样卖花嘛！好痛啊！十秒。他那边呼吸吗？可以啊，呼吸是不是？这样一定还是对呼吸、啊。
对、啊，450到5根呢、啊，啊，少一根可惜。可是这个之前不是有个非洲人也是嘴巴超大，可以把一整个那个铝罐的可乐罐这样放在嘴巴里面，你没看过吗？应该也是、啊哦，只是他们没参加这个项目、啊。对啊，他们没参加，他参加的话搞到搞不好他说我可以放个汽油桶这么大，对啊，了不起我可以放400根吸管，这样跟他不同项目一样。对啊，他说这我也可以啊，然后直接去机场把那个涡轮这样，直接抛起来，跟那个瓦尔波一样。真的有时间要可不可以拿那个比较细的吸管啊？就是那种绿茶那种。然后更多不行啊，它有那个啊，每个吸管要多、啊、多宽啊。我们今天要挑战这个是不是？而且还是用这个饼、欸。没有，因为今天他们说吸管太不环保了，所以我们换一个比较环保一点的东西来挑战一下。嗯，但我现在还看不出来那是什么东西。鱿鱼丝吧？鱼条？鱼条？白痴哦、喔！好啦就平常智齿没发言的时候，人都不让我吃东西。我看今天的语言挑战，真的，我要自己先挑战一点。因为我口角炎。我突然间我觉得我好像没有。我现在只能最多人，只能张东达，再张开两边会裂掉。二代的桑杰夫，我现在我从日本那个时候就到现在，太夸张了，间断的一直在发炎，两个月，嗯，欸、你这样子不要用，因为我现在就是。因为我现在都是吃那个减脂餐，你知道吗？打断你一下，你拿到一根好胶的。对啊，你可以拿一根比较好一点的。你再拿一个这根火柴棒，他也看。你看我的，我跟你的，拿一根好胶的啊，秀一下秀一下。这个是这个，可是哎、欸，然后点灯看那样，这个蛮好吃的，胶的比较好吃。是吗？我觉得不错。致癌物比较多啊，小心一点。我怕我有。妈的！哦，你牙齿好跳吗？真的吗？好啦，我觉得哈，我觉得大家比较想看你吃几根啊。好不好？我意思一下，你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，真的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们在帮你推，不是你在挑战鼻孔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是、啊，我看看你闻一下。我哪知道？我想说哪？我闻一下看有没有什么。可是我在下来都练鼻孔，然后鼻孔塞十只这样。哇，好难哦、太神了，大鼻哥哎。啊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试试看。就那把那把一定 OK 啊。对啊，我今天是增加你的那个开始光可以做的事情。对。你就这样喊了之后，一直一根一根继续往。我觉得有点困难哎、欸。可以啊，这已经可以啊。挑战你自己，加油加油！你把它捏小一点啊。包袱打开了啦，先包袱打开吧。撒头米，滚滚滚滚！哎，撒头米 go！ 哎，走，是不是？可以。聚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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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加，不是、哦、拿出来然后再加。我拿出来再加、哦，因为你全部要吃完了、啊，所以你等一下全部要吃完。我觉得应该有人啊，全部要吃完。你的口水不能放回去啊。好不好？对啊，你带回家一定要再放，就是你要吃完啊。没有叫你在那边吃，你就尽量嘛。这个应该后面再加吧。这个在后面再加吧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哇塞哇塞哇！有感有感 ，Go！ 哎、欸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可以用大腿夹，握力动大，超轻松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轻松像深海阎王。克苏鲁，克苏鲁远远。我，对不起。平常就已经够口齿不清，穿这个是完全听不懂在说什么。你可以，那你就继续塞啊，继续塞。嚯嚯嚯！多小啊！还有什么？他说到垃圾。哦，到垃圾是不是？你要到垃圾？想是不是？哦。啊！加油加油！要怎么塞啊？再继续。就是继续塞 啊！你觉得你自己极限能耐呢？不能耐，不能一根一根塞进去吗？太久啦、啊，我们节目时间有限、啊。那可以啊。那可以有空隙的地方再塞吗？你就先塞、欸、可是三个不知道是到底有多少根啊？没关系，你就塞拔出来之后再数就好了。真的假的？不然要怎样啦？快点啊！我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。哎、你好像在，你好像在整理家里的冰。对、啊。如果你家里都电线的话，好多、啊、好大、喔。我觉得这样极限了，我觉得极限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。你先试试看，你先试试看。我觉得这个已经极限了。有，你看已经有一点，塞一点，塞一点，旁边塞一点。塞进去，塞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靠！你要吞掉、啊。哇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给镜头看一下，给镜头看一下。侧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侧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对对对对，超扯啦！嘿，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就不用数几个了，你冠军。这样就赢了啦。可以啦，第一名。我觉得接下来两个月都这样主持了啦。对。我觉得你就看一辈子都这样了，先拿个声线把它破起来。哇靠！超多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放得下去啊？太神啦！哦，很多下来讲话。商女有给你袋子，商女有给你袋子。很多吗？很多啊！你手都快拿不住了，你可以看一下吗？掉出来了。数一下几根。来，你数你数。啊，一。干嘞！目测应该有2亿多根吧？太多了吧？顶多600万根而已吧？4、5、10根现在。一二三四五，
这好像那个小时候干妈点你去跟人家买，然后那个老板娘。哎，会不会就是以后快点算啦，流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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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算啦，阿妈，我要去下一家收钱。阿妈，咕噜咕噜啊，阿妈。哎，其实好像没有很多，像25而已啊。蛮多的了吧？这很厚呢，跟薯条一样厚哎。30。啊，这是好痛，我吃了一个这个。35。好像可以到40哦。30、40。45，哎，刚好50哎！哇靠，脚含50根哎，大口酒哎，大口酒，真的，大口圆哎，大口圆。哎，以后办那种就是不用用一只手抓多少，就是你可以塞多少，就是你都可以买多少。去家乐福搬电器，对不对？一分钟，一分钟可以搬多少？看人直接摇一台48寸电视，然后两手再提两罐洗衣精，太神了！你洗衣精太便宜了，路上遇到了先拿个管的哈，一定要可以塞进去的。洗衣精太多了，搬两台洗衣机。我真的，我先搬很多台 iPhone 或是那个 Switch 什么，真的哎。你知道我真的那个你有看吗？有一个影片是好像是这种节目开播以来然后赚最多的人，他超夸张的，他是把很多东西他都全部都算好了这样，然后他是把比如说我乱讲啊，比如说他是拿一台洗衣机，然后把其他的东西全部放在洗衣机上，然后推那洗当推车这样，好聪明的，好像7000多欧元吧，就总价这样。但是回家一晶萤幕全部撞烂，差不多还留到洗衣机里面不能用。而且他有拿一些手，他先拿了手机。哎呦，今天要先拿了，真的好可以，很强哎，那个好手机就是爆炸那台。哎呦，也太衰，那说不定他是要去孔宫啊。我要吃，我也想吃。哦，你要吃这个，不是吃这个。我刚吃了。对啊，你自己吃。哦，这我不能吃，这我自己所谓的烂掉。好啦，那今天差不多到这边了，我们休息5分钟，等一下回来一起来玩游戏，进广告。